伊伫香港扫地勤文书院举办科兴祈福活动，主办单位准备了代表好彩头、聪明、勤下等等的奖品，向文昌帝君来祈求考试顺利。活动当中，参加科兴嘛共享智慧炉、状元果，并送上包瓦、肉粽，也个新民加持过文昌币，和科兴读册考试充满了信心。伊伫乡内交经各中小的校长甲科兴代表，伫伊伫乡长刘启鹏的率领下。一路沿着步步高升的楼梯，前往晴文书院来拜拜祈福。资英参加110年国中教育会考，仅以虔诚的心祈求琼文书院文昌帝君与众神仙佛圣庇佑护持，使弟子能够增长智慧，学业进步，考运顺利。金榜题名。今年哦，帮大家特别也一样哦，跟往常一样，我们要拜托我们的琼文书院的这个文昌帝君啊、神圣啊哦，来帮各位祈福，希望各位呢考到理想心仪的好学校。为了讨一个好结条，主办单位准备葱啊、蒜啊、青菜、菜头等奖品，代表聪明、勤学、好菜头。在书长的带领下，敲响智慧锣、状元鼓。向文昌帝君来求光明。那我一直希望我们的同学做什么事情，就是从感恩出发。尤其是这一次的一个大火那真的感受到各界，尤其是乡长那天，今天真的是无眉无音就是整个就是在我们的前进指挥所在那边关心我们的火势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希望同学带着这一份感恩心。那我们不管过去前三年我们准备的如何，至少在接下来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好好来努力，好好来打拼。在新明的祈福加持之下，考生将心愿写在祈福卡，并且挂在墙壁面顶，希望新明开智慧，考运顺利。我希望会考可以的话就再有没有什么愿望？考一个好学校，会考考好，心想事成。直接五 A 了，不用再多说，五 A 就好。好的，那考上第四志愿，你要放进去。参加的考生拢得到包啊、肉粽，加持过文昌笔，祝福考生读册考试充满信心，金榜题名。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